鼓励讲咱的爱去入去迄个基层落去迄、那个啊啊、来宣传咱的理法律论述、法律诶、法律论述、法律的论述安尼吼。伊讲到啥物呢？伊讲吼，咱讲话爱讲到吼，坎迪哥的人拢听有啦，吼、哦。又讲一个坎迪哥，坎迪哥吼，就讲坎迪哥是无啥物知识，啊，无读啥物册，但你讲话你的言语吼，一定爱叫叫普罗化、大众化，啊，参坎迪哥拢听有，安尼时阵吼，自然的你的论述就已经吼会当传出来安尼。啊，第二点就讲一个，讲咱足希望，迄是咱一直咧想讲要安怎来。伫国外来发展咱的关系，啊，上面咱伫美国嘛爱认真去吼、哦，因为一直拢无机会去轮回演说啦吼、哦、演讲。我就希望讲明年较有时间的时吼，咱有一个代表团吼、哦、来美国吼、哦，啊、大城市吼、哦，来台湾同乡会迄、那个所在，一一去甲大家吼、哦、做就演讲。2010年。九月七日，咱伫这个华盛顿 DC 办完这个酒会以后，七九隔两天，我就去到纽约，啊，七十就伫纽约去吼办一个演讲，啊，十二又伫纽约办一个演讲，啊，然后这个咱 Richard 吼，咱的迄个顾问吼，合作人啊，参迄个迄当时的主席是陈仲谋先生，因两个就转对西方去。啊，对西岸是伫加州、北加州、南加州安尼一路，沿江到洛杉矶安尼。啊，我着伫纽约，我着离开美国着倒来啊。吼、哦，啊，我伫纽约去吼，甲迄纽约市沿江吼，嘛是足甘心诶。迄、那个伫纽约去沿江是伫台湾会馆，吼、哦，台湾会馆坐满差不多300个，爱江来差不多百外个，较无200个，演讲的过程，当然大部分拢是咱的顾问甲陈主席咧讲啊咧，啊我是扮演一个角色，就是伫外口咧顾打，啊然后按来人客，啊甚至伫遐咧卖咱的吼，像外口摆车咧卖安尼，啊我伫遐做招待安尼吼，啊无啥物机会讲的话，啊去甲纽泽西嘛同款，吼、哦、因为时间差不多2点钟。啊，所以咱何顾问嘛拢会演讲，啊，陈主席嘛演讲，我嘛是伫啊，哦，做一个顾大的，啊咧推销咱的诶册安尼。啊，因为伫纽约市的时阵吼，咱足甘心诶，话讲啊一半，还未完全讲了，吼、哦。啊，有一个 Doctor 蔡，伊是迄个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吼、哦。啊，讲一半，哇，听啊这尼啊！听了一半尔吼，就感觉讲这是对的啦吼。啊，伊讲吼，咱已经吼，民进党来演讲啦，大陆人民来演讲，咱已经听足济，啊嘛捐足济钱，但是吼，做遐久拢无结论啦。今仔听这演讲第一遍听的，吼。不过虽然讲第一遍听的，我肯定讲这是对的，因为西方的世界进步的社会，欧洲、美国是拢守法的，既然法院有做这个宣判。一定会得到这个行政单位的支持，因为有压力，一定要做好。所以我相信这是唯一条路。吼、哦，伊就讲，美国讲话啦，吼、哦，阮一人出1000块，伊就先摕1000块出来，签一个1000块的支票，吼、哦，冬天的支票，1000块美金，咱大家钱捐了这个华理建国会，好、哦、一点。阿明迄阵无，阮去演讲的时是大华理建国会的迄、那个。诶，迄个也迄个旗啊，就对啦。就是讲，虽然讲咱台湾旗，但是咱的组织是社团组织是华理建国会，吼、哦，福尔摩沙华理建国会。政府组织则是 TCG， 吼、哦。伊讲，我吼想签1000块，来捐了咱华理建国会。希望在座的各位听众拢会当捐钱出来呢，吼、哦。我讲诶，啊，我唔估恁唔是我的会员呢，吼。因为我的规定是讲吼，干那会员才会当捐款，所以吼。哦既然你不是会员，我就派势给你收钱。哦，啊、有一个林兴隆教授，伊是台联的，伊就站起来讲，因为我就起来讲做这个，哦，咱无甲会员，无甲会员收捐款嘛，哦，会惯例，哦，咱拒绝迄个会员捐款安尼啦吼，写作就对啦。啊，林兴隆才站起来甲介绍讲，伊捌我共产党啊，吼、哦。
啊，伊感觉讲，那回来台湾吼，甲我交换意见，有关政治的分析、政治的判断，拢是伊感觉讲过去所听着拢真好就对啦。伊讲啊，蔡教授是我的老师，而且林先生教授是七十外岁啊吼。啊，也是讲，我若等于台湾蔡教授是我的老师安尼吼，啊，所以大家就加注意注意我咧讲啥，啊，所以吼，伊就讲安尼啦，蔡教授你唔免气喊啦，您所有的钱我拢买起来啦，我所有的捐款恁摕转啦，吼，所有的捐款看我这将这钱总买起来，啊，我吼慢慢啊去庙这东乡，啊，所以你唔免客气，我所有的支票你拢收入去哩，啊，所以咱就底下收足济人个捐款，但是唔是捐款，人买车钱啦。啊！恁所有钱免阁扎断去啦，万免提西方啦，全都遮卖阮啦。啊，钱阮看啥物人要出偌济钱，啥人要捐偌济，拢支票拢开开，互你提断去呢。甘心无？有够甘心，有够甘心。所以我一直希望讲，找一个时段，啊，专门吼、专工吼，组一个团来美国各处个演讲。佛罗里达吼，有一个所在，一直大概啦，我若去啊美国，我伫纽约，啊，就甲一个朋友敲电话，用来啦来啦来，才甲阮讲一下，啊，拢无时间呢。甲当吼已经过两冬啊，我都啊九八年吼，2010年去，啊九2008年嘛去，啊2003年嘛去，啊去大概拢伫纽约甲敲电话，用来啦来啦，阮只同学会吼，我拢甲因讲做吼，我有一个朋友带到是外迄个外好都外好。哦，我会当分析这个政治的这个整个台湾政治的情势变化啥吼、哦？啊，大家当然会讲，请伊来演讲，请伊来演讲。啊，我拢无方便去啦，所以足希望讲有一天吼、哦，真正去到处讲讲咧安尼吼，伫美国。另外，伫日本的时阵，咱嘛足希望的啊，因咱需要把日本人迄精神吼、哦，新的精神啊带出来先吼、哦，咱来去个迄个所在，伫基站吼、哦、来个讲回去。让日本人会振奋起来，所以咱去年吼、哦，伫靖国神社，我相信去年伫靖国神社在场的人吼、哦，迄点半钟、两点钟的时间吼、哦，咱就完全掌握。然后我最后讲十二分钟吼、哦，让日本人吼、哦，迄、那个话灌入去个伊脑海内底吼，入去伊耳仔内底吼，就永远伫迄个在想，想讲这个蔡先生讲的有道理无道理，吼、哦、啊！所以咱伫日本迄个四天的活动内底。确实就是吼、哦，甲这个日本的这个基站有接触，吼、哦，甚至咱伫去参加天皇的迄个祝寿的场合内底，我参一个老先生七十外岁咧讲，用恁来啦，来阮讲一下啦，啊，我名片就提回，讲你啊本本，伊讲恁讲这物件吼，足侪少年人知，但是我七十岁以上的人我知，台湾甲日本是水乳交融，吼、哦，绝对唔是中国的。啊，阮一挂朋友嘛拢安尼想，但是无一个政治人物来甲阮讲遮。伊讲你若一边过来日本，看会当来甲阮讲者无安尼？足需要去甲因讲者。另外，我拄着一个吼，伊个什么草根性的活动啊吼，我一个手袂记哩名。伊个主管，伊个长官叫做范田，吼、哦，迄个范田先生啊，伊是伊个首脑，伊讲有百外个会员，因专门伫东京街头咧发传单。你表达因对日本的政治，甲有关台湾的问题，伊嘛印足侪台湾的迄个资料，伫日本的发传单讲，台湾甲日本的关系一定要保修好。即款的人，我嘛甲讲说吼，会当来基层吼演讲吼，伊一定来甲恁斗三工。今年四月先吼，四月十九去东京，阮教会先伊嘛斗上落来，足甘心的，就来甲阮会谈。啊，讲演谈中间吼、哦，我足希望讲伊会当吼做咱的副主席，还是做咱的驻日代表。啊嘛，足希望讲会当伫东京吼成立一个吼咱的事务所、咱的办公室，吼、哦、咱的代表处的代表处的办公室。啊，咱就去东京有一个据点的时，直接甲插落去。咱的所有民进党人，若有去日本，看不管是先做生意，或者去遐读册，还是做啥物旅游，拢去个据点来底下甲人聚会。然后伫迄个所在，靠咱的会员，咱东京嘛，足侪咱会员。那安尼先吼，伫迄个所在有定期的聚会，啊，甚至有演讲会，安尼咱就比其他的团体较有力。啊，然后吼，咱嘛会当互日本人彻底了解，彻底了解讲日本甲台湾是一体，拢是天皇的皇民，拢是天皇的
这个或者陈敏哦，所以我伫那卡罗演讲虽然无长，透过迄个咱江文雄先生的迄个翻译哦，日本人嘛足欢喜哦，我们走的时哦，一直敢鼓掌欢送的时，何况咱咧真我都马上走，一再大家敬礼，甲大家说多些哦，啊，最后才依依不舍安尼离开迄个会场哦，所以总共一句感觉上。我这唔知你甲江先生讲啊，甲相公讲，哎、欸，啊，咱伫街路咧行吼，看到迄查囡仔，还是查甫囡仔吼，哎呦，啊那那跟我讲，咱伫台湾的同款啊，甲咱台湾的完全同款啊。那像咱伫台中街头，还是讲一个庄卡的迄街路遐吼，啊，对，哎，邻居的小妹妹、邻居的小弟弟咧行来安尼，拢完全同款，甲咱台湾人拢无两样啦，吼、哦。啊，实际上我伫东京的时候讲，我讲吼。五万年前，南岛语系民族吼，往北漂流，漂洋过海来到台湾的时，有一挂人就去琉球，去日本的南部，啊，进入去北韩、南韩、北韩。第一批是编号174号，第二批130的吼，过来到台湾的时吼，一部分去琉球，啊，你大部分哦，煞怎因为风的关系哦，煞走去到北海道去啊。哦，啊，所以哦，174甲130这两种诶移民啊，南岛语系诶人啊，伫台湾生出来子弟有求头章诶，伫日本嘛看到求头章诶，咱台湾即个大上10%左右有求头毛诶，就是174甲130五万年来诶混血，日本嘛有拄着即款诶人，五万年来混血，我现在也毋知讲韩国有啊无，所以伫血缘上。咱甲日本甲韩国是上靠近的，所以韩国不讲做呢，哎呦，中国人是我韩国去的，因为咱这个南岛语系人入去甲韩国的时候，去北韩，佮再进入去中国的迄个东北，啊，然后中国东北就甲迄个黄河流域的汉人就开始接触到战争，就接触到战争的时候，当然就变作讲有个人韩国人去甲躲过这个鸭绿江的时候，甲东北了，有诶进入去。那个，咱的那个，就是河北啦，吼，还是华北地区吼，说实话，跟因混血，就变成因的祖先。因为咱是四五万年就到这，真的中国人在那个研究报告里面，编号120是一万年前才进入这个中国的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啊。啊，这个研究报告有两个研究报告，拢是2007年、2007年。德州大学 Austin 校区、哦、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校区的 文化人类学系用过全球的基因对抽血来检验的基因，对全球基因来排序看以人类起源的多一啊，人类迁移的路径是安怎，结果两个研究报告四个单位委托两个研究报告差不多拢无啥物差错，验证讲两个研究报告同款是正确人类迁移起源甲迁移的这个途径。啊，那安尼讲起来，咱甲120个中国人完全无关系，完全无血缘关系。那有时后来伊迄个汉人搬过来人家，甲咱平埔族混血，啊，因为咱汉化了，未记得讲咱本来是平埔族。汉化了，感觉讲，家己感觉讲，认同上，文化认同上，算认同家己是汉人。甲这游戏要咧争执这个问题。咱讲讲，咱并无说咱不是汉人，足侪人会甲我牵头壳，讲我明明我咧祖先是对来，吼、哦，我乃是并无说，我乃是华纳，我乃是古沙族的，一定是汉人啊。所以这款讲未清楚，吼、哦，就是讲咱台湾人足可惜，汉化了是未记得家己本身。都、就是原住民，都、就是平埔族。哎、欸，我补充到这，安尼好无？啊，换那秘书长要甲咱讲几句话，谢谢，多谢。今天人太多哈，唔免起立，加麻烦哈。那个靖国神社。参加靖国神社的正会员，还没加入的，你走去外面看看，你还没加入靖国神社的正会员，
啊，一个人啊，拢总家己吧，遐厉害啊！日本的药师神社啦，靖国神社，还千里口吼，讲千里口你就知影，讲靖国神社你唔知影。好啦，家己家己好啦，啊无家己的要有无？举手我看，拢家己较有影。我跟你讲吼，唔是要我要叫你强迫加入啦，其实。我是要用小鱼哦钓大鲷啦，安怎钓？你也知影吼，现主持这个社会是拢网络的社会，无人伫提枪的，是提啥？提电脑的。电脑，伊即马唔免用枪，你若电脑愈济人，安那表示讲你愈来，你愈济人甲你支持。咱即马要甲美国的奥巴马总统讲，要甲讲啥？你接受台湾的占领，因为军事政府的头是啥？是总统，所以台湾这块土地是啥物人占领？是杜鲁门占领。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所以杜鲁门是占领者。啊，杜鲁门换的总统是啥物人？都安尼直接换嘞，换布希啦，啊都。雷根啦、啊，吼、哦，这个也做，这个也做克林顿啦、啊，安尼一日换到今日叫做奥巴马。奥巴马为着要选举，伊特别甲大家全世界宣布，恁有啥物物件爱叫我美国总统来帮忙的，恁若会当连署，一个月内底会当连署25,000名的时阵呐、啊，你就成案，阿爸就要甲你回答，要甲你答复。这是美国跟我说的，这是你的机会啊！啊，我有想到，我想到什么？你若要叫台湾人来去连署啊，我跟你讲，过一年嘛连署无25,000，你不要电脑啊！啊，不要电脑，要怎连署？所以我跟各位拜托，尤其是高级班，你是上高级班的，你不要搞错呢，你不要妄自菲薄呢。妄自菲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看你自己没去啊，叫做妄自菲薄。因为高级班那个毕业证书，这个毕业证书就是你的后摆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的认那个服务证啊。所以你有这张证书以后，我跟你讲，台湾民政府绝对在真短的时间会当接到证款。其实我知影时间，但是我袂当讲，因为啊。我要跟你讲时间，我就一定要有美国的5个单位来给我保证。现在是有2个单位给我保证而已，还有3个单位。一个很好的消息，在昨天美国国务院发布，咱过美国以后，第四点，美国不是一直说，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原告的要求吗？有这点吗？所以昨天他宣布什么？你要入去美国，要填一个表，叫做 I-94 其中有一个国籍，以前伊拢甲你强迫，叫你台湾人填中国台湾，对不对？为怎开始改台湾？我甲你讲，这是有计划啦，你不要看啦，完全有计划。谁来日本先宣布？顶顶礼拜日本宣布嘛，台湾的拘留改用啥？台湾有无？我改用两个拢倒空啊，倒好啊啦。啊，国会讲哈，啊，若变做台湾民政府，你美国军事政府入来，安尼你免将你的政权交向台湾民政府吗？足侪人想要去说台湾民政府啦，国民党。国民党创迄个旗啊，你有看哦？青色、红色中一个车轮牌有无？啊，伊甲咱讲啥？报纸写啥？变装呢？国家会当变装？好奇怪！所以伊甲我一个消息是，伊甲美国讲，我要成立台湾民政府。美国讲，你什么人？你中国人呢？你要成立什么台湾民政府？啊，民进党嘛是同款啊，叫迄个萧美琴去讲啊，讲你若美国军事政府入来，我马上抛弃他们，我要成立台湾民政府。
比如讲唔免，因为民进党是啥？中华民国啊！民进党的党章，甲伊迄个台湾决议文写啥？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啊，比如讲，啊，我若让你成立台湾民主，而台湾民主变成中华民国去啊？所以我跟你讲，代志哦，哦，这厉害，有这点呢哦。这去人偷摕，我跟你讲，这中华民国的，这卖研究的呢，你唔能人偷摕这啦。这有水无？有水无？水啊！这有水啊！哦，这个，这个水，这个水。我跟你讲哈，其实我有感觉讲吼，咱台湾民众甲美国吼，甲人家差不多啊啦。伊吼好笑啊，好气。啊，伊想咱好笑，伊讲诶，你是讲真诶，讲假？我当然讲真啦。你要看咱今日这个上课，这个相片我一定给美国看。你要看咱即摆上课，遮侪人。台湾人已经觉醒，对不对啊？哎，头一摆呢，所以今日伫遮咧上课哦，上得足爽快。那讲，逐期拢安尼吼，我甲你讲，四千名哦，二十摆我就过关了。啊，即摆已经一半，搁困十摆就好啊。搁困十摆已经就过关了，四千名就有啊，对不对啊？甲我帮忙一下好唔好啊？今日我去台中演讲，为九点到十一点，所以我透早我就出去。啊，迄种医生啊，啊，拢一寡足大上社的头家啦。伊安那甲我讲呢？伊讲，我捐款给恁啦。我歹势，我无接受捐款。伊讲，啊，恁无接受捐款，啊，我以前民进党我甲帮忙足多呢。我讲知啊，啊，你拢帮忙无好势，帮忙到尾啊。绕到原点，那讲帮忙送人去监狱、迄个监狱内底啦。你拢甲帮忙嘛？有啊，你帮忙啊，帮忙人去监狱啊。我真歹势，我台湾民政府绝对无接受捐捐款。你若不是我的成员，你不能帮忙，因为你会越帮越忙啦。但是呢，就是咱的成员，我们也不要讲你莫名其妙讲叫你提钱出来 ，no。今日台湾的地位，我再讲一摆。台湾的地位是啥？台湾这个土地是交予日本天皇。原因在倒？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日本人叫下关条约。下关条约内底的前言讲啊足清楚的，大清帝国的皇帝将第二条的台湾澎湖、甲台湾周边群岛、甲澎湖。永远割让给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不是挂给日本啊。咱所学的课本跟咱讲的，叫做挂给日本，其实不是，因为日本跟日本天皇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格位。日本天皇是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是由人民所组成的。啊，因经过选举了后，才组成政府。组成政府以后，甲日本天皇报告讲啊，报告天皇，我可以不可以来管这些人？啊，日本天皇讲 OK， 伊才能管。所以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甲看1945年9月7日迄个投降书内底，崇光葵当时的日本的外交部部长，伊当时代表的身份是啥？是天皇恩德政府，所以分开啦，分开。所以日本天皇有土地以后，在旧金山和平条约，并无将旧金山和平条约，无将台湾来让予中华民国，还是让予任何人。所以这是已经非常清楚。问题是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尾，将日本天皇的地位给悬置，给吊起来。叫日本天皇讲，因为你战争失败嘛，甲吊起来，你不能讲话。因为波茨坦宣言讲，日本若战后要互伊保留四块土地，这四块土地以外，日本天以后迄个日本天皇的哦，这四块土地伊家马卡萨家另外组织一宪法，甲改变宪法第4条甲第9条，
这个宪法改变以后，这四块土地变成一个新的日本政府。所以我跟他刚才伊妈大婶讲，我讲我是大清帝国的国民，你是日本的国民，咱两个无同款的。不是拢日本吗？我 no， 我是正港的日本人，你不是。阿姨甲问讲，有迄个代志，不如讲我听，讲讲伊啦。原来就是安尼哦。伊讲伊已经完全了解。其实我嘛毋是我了解呢，美国人甲我讲的，实足见笑的呢。我虽然见笑，我嘛足认真的啦。伊美国敢若甲摕两张图送我，你家己去研究。伊想讲会阁拖时间呢，因为六十年后。从1945年以后60年，我发现这个台湾的地位，美国跟我说一个很简单，他奇怪你台湾人怎么都想都没有，我美国跟日本天皇战争，日本天皇投降，台湾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我要解决台湾的问题，要和什么人解决？日本天皇嘛，对不对？怎么有可能跟中国？所以中国有关系吗？完全没关系嘛，所以他跟你打吗？绝对袂怕，伊若怕哦，这是世界战争呢。我即摆已经将这个问题引到什么国际法上面，所以予中国唔敢来帮台湾呐。安尼真简单嘛，对不对？因为吼，坦白讲哦，你有上课甲无上课差足多，你有上初级甲高级嘛，佫差足多。高级讲较深落去。高级，予你知影讲，要哪解决这个问题？即摆要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坦白讲啊，400年台湾唔爱建立了家己的国家啦。美国甲我讲呀，恁爱用别人呢？我用别人是啥物人？用日本人啊？日本人要来用？你敢有捌日本人？我无咧，无几个咧。伊讲你阿公，你有10万大军伫你后边，我有大军10万人。迄个大军是啥物人？靖国神社的大军呐、啊，靖国神社10万人是正会员，所以我要求台湾民政府所谓高级班的学员，统统爱加入靖国神社做正会员。正会员加入以后，咱若要发伫世界动什么代志，拢甲拜托，喂，我甲你同款，拢靖国神社的会员呢，你有法学演一个，感觉的啦。安尼有10万人无？有啊啦！安尼袂过吗？绝对过，我甲你讲，会过无？其实你拢袂过啦。我有当要叫你去签雅字哦，比登天还难呐、啊！我拍开讲，拢英文的，我要看对。所以我有伫甲咱的中央的迄个啊做小组，你甲讲哦，我爱翻译做汉文，予咱的会员。所以恁大家人除了着你的。你的电话号码留咧伊啊，你的 email 嘛爱留，今日回去一定爱先去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去注册，好唔好？好，举手。那不会巴肚疼哦，我跟你讲哦，不会巴肚疼哦，我先跟你讲哦，我明仔去跟你检查哦。后者讲训练2000个，注册才745个，奇怪，拢甲我讲有啦，大家拢讲有啦，我有注册啦。注册安怎做？你知无？伊会甲你回啦，嘿，对。你注册吼，伊有问你一个问题，真简单呐。1+1等于多少？二，对不对？卖计较啊，二哈。就几笔啊？会晓无？拜托，你知影咱官网的网址无？知道吧？唔知影要求。不你变哪几笔？他讲讲讲，有好声无？拜托恁后生，给100块，少给恁囝乌死嘞！各位无后生，我举手。无后生真正假？有查某囝无？有小弟无？有无？有孙仔无？咁奇怪呢？无后生哪有孙？好啦，弟仔啦，弟仔有无？拜托恁弟仔啦，200块个拜托啦。后生100，阿弟仔给200啦，嘿，拜托，等于吼爱家去注册。
我最近要发动哦，吼、哦，会记得哈，我最近要发动哦，要甲奥巴马讲啥？讲叫伊爱将台湾甲澎湖哦地位正常化，台湾的地位若正常化，就过关去啊啦，民进就接着政权啊啦，安尼知无？你甲看遐国民党。国民党吼，即嘛青兼白，你有注意看嘛？吼、哦，郝龙斌啊，吼，什么这样办活动，一办拢几啊百亿呢？拜托，迄真正拢去走咯，免烦恼。啊，即嘛大家烦恼啊，讲安尼，啊我派兵安怎？免烦恼，我甲你讲，做伊提无够的，林郑啊、吴宝祥啊来赔，好冇？替别人的钱拢讲好啦。好，但是哦，即马卖讲啦，哈、哦，即马卖讲，因为安怎讲卖讲呢？你若讲伤济哈，干那阻碍咱的发展，哈、哦，啊，咱各位，你有申请身份证无？好，有诶举手。奇怪呢，我见拜门拢是安尼，大家拢有安尼。啊，实际上都两千几个呢，哪会这么多人？我都看不呢。啊好，啊你有介绍人无？啊有介绍十个无？你要介绍十个无？别举手。好，放啊！敢举手的，那无做巴肚疼的。我甲你讲，坦白讲哦，美国甲我讲啊，真正甲，不是刚刚甲我讲啊，甲咱的蔡明华嘛有讲啊，伊安怎讲？因为恁即马民进党党拢做了好啊，尤其恁今年要加去200个日本啊，吼、哦，真来互你去哦，日本变过啊，包括因伫日本做的工课，互日本人原来觉醒。你知影日本的胆已经无啊？你敢知？伊个胆吼，战争失败了，拢破去啊，无胆。啊，即马我咱台湾爱甲拖啦，敢若袂输伊青梅，咱就爱安那爱甲牵。即马牵日本来告美国，你日本的正常，咱嘛会正常。啊，若无这死中国啊，一讲讲了臭屁。伊要伊日本有发表一个，这个中国吼、哦、发表一个网络，伊讲啥呢？我们要把日本当作日本省，中国是省呢？你要过问嘛？啊，我讲吼、哦，伊变臭屁啦！伊含台湾要变省都无可能啊！你要将日本变作省，台湾是毋是省？绝对不是，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过来，台湾这块土地还阁是日本的，日本天皇的。但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关系，日本天皇袂当讲，嘴去拆掉的。啊，咱来甲帮忙，迄个拆掉的物件甲掰开嘛。啊，要哪甲掰开？你想看卖啊？去年会当入去日本的皇宫摕一支台湾民政的旗啊入去，这是破天荒的呢，没有过呢。今年若过200支入去，我想今年绝对会超过啦，因为咱九月份要去印度，上台坦白讲啊，我就是讲印度无人呢，因印度较贵啊。无想到讲一个开放报名，你知影报偌济？报50个，含印度嘛惊到50个。啊，要歹势哦，已经无位啊！日本也有位，日本因为200，即马嘛已经100几个啊。我看哦，这个月月底吼都满了啦，200位。但是你200位歹势，你两爱穿制服，啊穿制服，而且唔是去观光的哈、啊，你两爱守规矩啊，对，爱守规矩，吼、哦，爱守规矩。咱的指挥讲叫你安怎，你就爱安怎呢？你唔通吼？刚才袂输去观光咧，安尼无受指挥是不可以啊。但是吼、哦，有真侪日本人哦，会甲咱交代啦。伊去头一暗，我会当知影讲头一晚你要食啥，我已经知影。迄个吼、哦，迄个饭店吼、哦，六点天啊。伊讲吼，恁来甲靖国神社参拜，啊，你甲日本天皇祝寿，阮真欢喜。阮头一顿请恁食自助餐。吃帝王蟹，我跟你讲，帝王蟹，给你吃两半哈，够开了啦，我无骗你啦，吃菜哈，哦，你有甲考对，
这个问题我会想，这个问题我会想，当然有蔬菜我知道，但是十人的我知道啦，十人的煮粗汉就十人的嘛，对不对？有粗的我也知道，我是说那个可以吃的帝王蟹，帝王蟹有的不敢吃，有啊，有人不敢吃，有啊，没人哦，敢那无？啊，你不敢吃帝王蟹？哈？你十二月二十去，我跟你保证，你会当吃。记者，你吃，看你要吃几只拢有。因为伊要请咱啦。这边要去日本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后摆我相信，因为你去这个日本这抓，你会当做一个创造者，你会当做一个建立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我唔讲国家、哦。还没有见过，我今日甲遐医生、甲遐社长讲，遐董事长讲，我甲讲讲的，我甲伊问啦，来，我问恁咧，恁要建国无？要建国，举手我看。无咧，无人咧。我讲你要继续美国签名，举手我看。啊，你没有美国签名无？未举手我看。错，卡戆的嘛，要美国占领。美国甲你占领，即摆的时代甲过去无同款嘞。即摆占领是来甲你做苦工嘞。恁家有人甲你雇无？叫美国人来。什么有？恁家什么人甲你雇？美国占领，唔只会来甲你做，甲你雇。我讲雇的意思啊，甲你翘鱼兵啦。啊，你要缴税无？有缴税举手我看。缴税，干那一个尔。啊，拢无啊，无缴税，我举手我看。啊，手可能较老啊啦，免缴税，我嘛免缴税啊。我甲你讲，占领啊，防占领的人免缴税。啊，你呢后生要做兵，举手我看，足爱做兵的，有无？无嘛哦，占领唔免做兵，占领爱买武器无？唔免呢。但中华民国伫买武器，台湾人伫纳钱呢。啊，你拿不到啊，有啊，拿不到啊。伊跟你讲啥？哦，你要防卫台湾，免美国来防卫台湾，美国占领这，爱派部队，爱替台湾顾好势。那顾无好势，咱国家骂国家狗。美国偌衰嘞，你看，伊会讲哦。啊，我未知影吼，我歹占台湾呐。未知影就未赴啊你。你敢轰炸？你轰炸台湾吼？很多厝叫炸掉的呢，包括现主席总统府啊，就是以前的总统府，就是即摆的总统府啦。迄总统府叫下一半掉的呢，爱赔无？美国有创一个重建基金，有400亿的美金，即嘛？400亿的美金呢？要何难呢？啊，伊当时这个数字是2.5亿，我袂记哦。啊，后壁有一个4块啦。足奇怪，伊毋知落尾安怎算算一个4块美金啦。啊，到今日七年一澳，啊，到今日400几亿。重建基金，美国已经正式甲咱讲，你台湾民政府会当去申请。搁一个基金叫做重建基金，就是迄个400亿。搁一个民主基金，搁 CIA， 搁一个基金，三个基金。台湾民政府可以去申请，但是有条件。阿伯嘞，破麦拍阿紧，四千名爱混人就好。吼、哦，所以国苦真嘞。阮那咱即马现主持民政府遮个人吼，直接困哦，困到唔知要安怎才讲才好啦。真正，小同情嘞。介绍好的朋友，但是迄好的朋友是入来贪污，你爱负责任嘛？啊，就3323有听无？这林一社3323，我跟你讲啦，我即马对林一社迄代志，我拢不爱甲评论啦。安怎讲呢？好去乱，继续乱，啊，佫乱，互伊继续乱，乱较久，愈乱愈好。啊，咱要建建款，即会较紧。所以吼、哦，咱也看着啊，好唔好啊？各位，今日咱即个高级班吼、哦。特别讲实在是，乡乡遮济人哦，
我有驚到啦，吼、哦，我真正有驚到啦吼、哦。啊，有啥人呢？因为美国有甲咱讲，恁六个州吼、哦，州内阁甲州的参议会的名单最近拢爱报来。你若报来以后，你有达到九成，你的州就当申请经费。你的办，前天你讲六月二三伫台中办的中央内阁会议扩大会议。咱底下有办一个会，真大个会，所有的费用拢有人甲你出。啊，你想看卖？啊，你各州人也无够，是变哪开？啊，你讲啊，我凊彩来叫人来斗人啊，歹势呢？美国足巧个呢，伊一个一个甲你对。啊，你这个都毋是你个国际班啊？你若无国际班个，名拢爱丢掉。啊，你若有高声，伊就甲你承认。所以即马州六个州。一定要每一个人都有经过高级班的训练、啊、你会说啊，你会跟你的州长计较啊，你如果把我摆这么小，我要做较大的可以的，但是你自己要表现啊，怎么表现？不是叫你把州长送红包呢？州长如果送红包，州长庆生你也庆生呢？我不是这样说哦，你要把你的州长巴结怎么巴结？你要站在你的州长的面头前、哦、出现啦，啊，不然他不认识你嘛，是不是？我也是跟你说啊，咱站在这里上课啊，普通班你也要来啊，你都来听课啊，你来听课啊，没叫你交钱啦，吃饭也在同吃啦，那油钱不知道而已啦，啊，没人跟你说啦，对不对？嗯、你就皮皮就好啊，我是生员的对不对？啊，来吃饭啊！啊，吃饭听演讲啊，知影知影常识啊！啊，伫酒店面前出现啊！哎、欸，我吼、哦，我真有啥物款的能力，我会当做啥物官，家己推荐啦、啊，一开始家己推荐啦、啊。啊，你若推荐你做这个官员，你若接到这个职位啊，你就爱去研究，爱去读册，安尼都我都做真好啦。有的人甲你笑呢，伊讲你台湾民政府这人拢想要做官。我甲各位讲，你甲回答，我想要做官无唔对，因为我要服务台湾人，对不对？对。免客气啦。伫即马即个时阵，美国要接决定要将政权交予台湾民政府，你还搁你客气？你客气啥物物？不要客气，拜托诶，好唔好啊？好。你唔通想讲你年纪大，你唔通想讲我干那初中毕业尔，你小学毕业嘛无要紧。你有这张证书的表格，你已经合格了。总是比那个博士啊，不知道台湾的地位啊，更加好。所以有读完，你跟我讲啊，哎、欸，秘书长，你嘛要注重政治伦理呢。迄种讲话足有技术的，什么叫政治伦理？就是迄个技术愈少愈好啦。你听有啊？恁三十四期的对不对？哦，你嘛，你第六届。啊！那迄个普通班是即摆到三十五期啊啦，恁个三十五期是真少个啦。我甲你讲，九月份电视开播吼、哦，排队啦。啊，迄两阵吼，你三十五，你感觉讲你着足清个，啊，你百几期哦，都变遐白。我无骗你啦，真正啦，我无骗你啦。到迄个时阵哦。百几期无算算算无算啥啦，还阁有五六百期的啦。所有的公告人员照常上班，但是暑假寒假爱训练，咱做好好跟集体训练。考试无过，歹势等于吃家己，安尼好无？你若毋是本土台湾人，你袂当做公务人员。啊，无你就是爱来上过课，因为即有足侪人讲哦，我伫台湾出世的呢，啊，你若不爱讲创作台湾人，我足爱台湾的呢，我会甲讲，胡锦涛嘛足爱台湾，但是胡锦涛无来上过课，你若来上过课，安尼你也当算台湾人。咱的公民权利法的规定六年，所以各位，恁即马加入台湾民政府，咱的政治的设计内底。你若做内阁，还是做参议员，
我建议参议员九年接着政权以后九年无要选举，你台湾人爱选举，开放众议员给你选。所以咱买当咱现主席受训的这些人员，那较少年的，我嘛甲因鼓励，会当来参选众议员。即卖选举甲过去绝对无共款，毋是有钱就好，爱有能力。袂当讲，所以有人嘛烦恼呢。阮啊，乌道即摆足济，乌道足简单解决的。我甲你讲，骗骗就解决了嘛。啊，你讲骗骗，啊乌道拢好穿，咱的穿比较来啦，我无爱骗啦，比较进步啦。啥呐？咱是军队的呢，美军入来，美国伫后边呢。所以马上先戒严、清扫乌道的，你若过来自首的，抓到鞭刑。打到你空腾面乱，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们都没读书啦。你去公民权利法案看看，那六年是写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爱跟你说啦，你自己去读啦。但是我现在跟你投稿，要知道吗？没压手。我跟你投稿，都要民政府全面执政以后六年啦，全面执政。我若搁一撮盆，还袂执政，还袂啦。安尼听有无？拍头诶，我谈到这位呢，拍手啦！其实吼，我嘛去学美国笑讲诶，美国甲我讲，嘿，六年，啊若安尼，中华民国都就地合法就好啊，有理无？有影都是有理的，啊，那就改，啊，中华民国啊，我就地合法，所以六年是好些中人哦，喔，较安心啦，好冇啊？好，我来讲，台湾民政府啊，是一个正式的政府，敢那亲像美国人甲咱讲 ，Roger， 你也甲你所有的学员讲，你这个政府今日无定你的管辖权比中华民国较少一丝丝算。但是免偌久，你这个政府的管辖权比迄个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权较悬。你唔是政党呢？你也家己爱有主张呢？有理无？有理。所以呢，报纸也无顶以前啊，我看无遮济人啊。报纸一个顶落，大概等两三礼拜，遐人拢无代志，安尼我怎去？我讲到你的心内嘛，对唔对？对唔对？坦白讲，是不是安尼？是会举手我看，拢无呢，卖假，我跟你讲啊，你拢知影呢。我是这个可以原谅啦，因为过去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夭寿哦，咱岛的人拢甲恁安怎讲？囡仔人有耳无嘴有啊？哦，我今日我刚来是伫这参加民政府，我高级班，啊，搁要想要做民政府的官员，哦，真好大胆恁啊！但是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负责。即马我敢讲，我负责，绝对无问题。这个论述不是今日才出的，才出来呢。2004年就开始啊呢。你听啊，有迄个做伊玛达有讲嘛，十年前伊就知影呢。所以吼，各位，咱台湾民政府吼，一切拢照法律。现主席伊外口你讲的拢是照政治的，国民伊讲的。你绝对听无，国民党讲的，你嘛绝对听无。国民党即摆在要乌钱，哎，乌钱拢足厉害，拢用啥？用台湾人去乌钱，吃钱的拢是因中国人，坐家的拢是台湾人。你甲看嘛，拢总是毋是安尼？无一个例外啦。现主席部长70%-80%拢是中国人。判刑的台湾人，啊，伊安那做拢无代志，伊就通解释啦。伊的法律的咱可以解释啦，拢听伊解释啦，这可怜啦。所以呢，咱今日伫伫这个所在吼，迄个啊，有迄个啊，吼，迄个原住民，我甲各位报告哈，咱即摆原住民已经有正式的名称，叫做台湾原住民高沙族自治政府。伊即马即个自治政府啊，是自治政府，这是美国甲咱要求的。
我嘛感觉我应该爱安尼啦。原住民过去为有这个台湾以来啊，为日本时代到今日为止啊，坦白讲啊，日本时代拄啊开始的时阵，因为因反抗，当伊反抗有理嘛，我的土地你来当日本人来，所以因甲日本人战争。啊，日本人坦白讲哦，含遐原住民战争是吃了很大很大的亏的，甚至有一个亲王啊，伫台湾见死。所以因对这个原住民哦非常称赞，日本天皇甚至把他叫做高沙族，高沙族无侮辱的意思，这是称赞他们的意思。所谓高沙两字，在日本的古早的册里面很清楚，就是很多的高山，很美丽的高山所结合在一起的地区叫做高沙族。高沙两字跟福尔摩沙一模一样，福尔摩沙这字就是为西方人看到台湾的情形，把咱叫做福尔摩沙，但是日本古早是叫做高沙。日本人比中国人比较早到台湾，这历史上是这样写的，你可以去跟查历史啊。中国人比日本人较慢，是日本人先来，这不要搞错。但咱过去受的教育，我们的脑袋里面啊，都是中国人把咱教的，咱说其实都不对。我相信呢，这个叫做咱的过目书上迄台湾的历史啊，一定有甲恁讲才对，毛迄个图片互你看证明。所以呢，这个自治政府后摆高沙的这个自治政府啊，我们会给它划定地区。地区划定以后啊，高沙族他们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警察。同时呢，伊迄个地区，你若要入去伊个区啊，有一个牌啊，你已经进入原住民高沙族自治区，该地请遵守该地的法律。他的法律不一定跟咱民政府的法律同款哦。可比伊若讲进到里面不能抽烟，你就袂当食薰哦。不过吼，你放心啦，原住民抽了很多啦。啊，我是希望讲吼，高沙族能够定一个说吼，进入本自治政府。请勿喝酒。这干涉内政。我不要干涉内政。啊，所以齁，咱大家心里想要有一个准备齁。啊，你会说齁，我现在在那个他的自治区里面有土地有厝边嘛。很简单嘛。民政府陪你嘛，你搬来外口嘛。啊，我赔吼，绝对袂照公告限制来的，我一定按照市价加40%给你，安好不好？安那到时候高超说，我嘛要搬来外口，啊，这开玩笑啦哈，啊，相信吼，高超族，坦白讲，我们要卖个，不是同情他们啦，我们要怎么样？要鼓励他们啦，因为因有真好的文化。他们真的有很好的文化，虽然那个文化你不一定能够认同，因为你受的教育跟你说那不好嘛。啊，实际上呢，高沙同胞哈，比我们吃苦了，我不骗你了。啊，高沙族的同胞哦，比我们长得漂亮啊，比我们长得英俊啊。啊，那国共嘞哈，高沙的那个我们那个一段时叫朱雪叫啥？你们决定了没有？你们自治政府你叫什么？你现在不能叫你州长了，你叫什么？主席。OK，哦，主席，吴主席。叫主席不好嘛，因为吴主席就没主席。开玩笑啊，不要生气。开玩笑。其实哈，这样才是对的啦。咱天人讲，我们要还人家公道啦。过去哈，我们真的是占太多。佮占足个便宜，因为过去咱咪讲，他们受的教育较低嘛，啊无嘛，啊即台湾人是头脑是夭寿好，去佮怪，用米酒佮怪，啊用用钉啊你怪你怎呐？讲直接占去换七亩土地，你知嘛？七亩就迄占有啊，伫天山迄个占嘛，伊安那个便宜知嘛？你知道吗？我请了10个佣人啊，每天在那里磨呢，磨了3年才磨出来呢。
我说一个真跟你换七亩土地啊，高沙祖没干完呢。啊，哪摆有忽然间啊变形？我跟你讲，对不对？爱公道啦。啊，所以后摆高沙祖的迄个土地哈、哦，不可以买卖，啊、哦，他们不能买卖。啊嘛，袂当讲哦租人，啊，哪要租要租给赶快高沙祖，我们台湾人。本地台湾人袂当去甲做，卖多哩计较啦，用米酒就去甲骗，用迄个啥，用槟榔就去甲骗，袂使哩啦。啊，阮是希望讲高沙族的同胞吼、哦，努力生产呐、啊，生一个100万到120万为止。吴那个吴主席你在拍手干嘛？你不能生了吧？你们都不能生了，你们拍手。我、啊、们不可以小三啊、欸、你们也不能制定那种违反普通世俗的法律。你看我觉得原住民的那个那高沙族的同胞卡工吼，秘书长拜托你帮我们制定，我们可以娶二奶。我可以，你去问问那些女同胞看有无？这里女同胞同不同意？同意，有影无影？哦、不同意啦，我听不清楚、哦、你有听吗？哎，平埔族啊，这么亮啊，这么抗议声马上来了。啊，我平埔族算不算不算高沙族？第一，平埔族是不是高沙族？不是，不是。平埔族哈、啊，就汉化，你汉化了，台湾化了。我们不是汉人，那边汉化，台湾化了。所以平埔族，我们是这样啦、啊。这个事情我会再向美国呈报了，就是我们希望啊、哦，平埔族也能够得到某一些的好处了，好唔好？安尼好不？安尼欢喜不？安尼娘啊，贵人比赛啊！哎，我嘛讲，哎，过来是啦，卖拢赶快啦，拢赶快啦！我嘛是赶快啦，我去甲吴主席讲啦哈，我是第17世啦，我的公妈卡嘛，我第17世啦，啊那一世算20年啦，啊17世几年？340年嘛。我也是原住民，我也要分土地，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嘛，我不是高沙族嘛，就高沙族才可以。好、哦，安尼听有无？安有讲到无？有。你才细声呢，有讲到无？有啦。因为今日吼、哦、人较济，所以要用一寡时间来发这个做那个结业证书啊、哦，就是公务人员的任用的迄个资格，这个证书，这嘛是咩样发？全安尼发人啦。啊，州长有来无？新竹州长有无？安尼呢？哎，高沙族主席，请你来，你帮忙发好不好？因为你会认识，你有没有认识他们？你认识吗？如果你不认识，要编选，我跟你讲。不是不可能的。好了，不可能。嗯，啊，这恁的嘛，恁去分啦，即马分啦，啊，这上的，啊？台南州哦。谢谢，你们今晚给分来了。新竹州的代表有无？新竹州，各位哈，会记哩哈，你哪无受初级班呢哈？你的毕业证书先扣在这里，上完初级班再发给你。你今晚有跳级哈，先上那个高级班的哈，我们暂时不发给你，你都要上啊初级班了，我才会发给你嘿。来较紧嘞吼，迄个发嘞，嘿，你看即马发，即马较发发嘞啦，较发嘞，安尼才知影有个人有摕到，无摕到。高雄州王胜春，高雄州苏金川，王胜春。你还没有念到啦，高雄州苏金川，高雄州杨正义，高雄州林仁雄，高雄州林仁雄，高雄州陈荣辉，
高雄州刘俊雄。陈忠和。高雄州陈忠和。哦，陈忠辉来，我先拿起来。好，谢谢。高雄州蔡国龙。高雄州卢志腾。高雄州蔡锦聪。来来这。高雄州赖辉煌。高雄州林玉平。高雄州潘继灿。潘继灿。高雄州王正。高雄州陈立奇。陈立奇。吴立梅。高雄州。高雄州苏炳文。高雄州许子君。许子君。黄燕华。高雄州黄燕华。高雄州王子林。高雄州黄立威。高雄州谢东辉。谢东龙。这两个兄弟。高雄州陈柔珍。台北州林公任。潘那个。来拿你里面是的拿去。你初级班上了没？好，那等一下我，你什么名？哦，这里。还有谁？来来。我没快递了。来来，刘俊宏。台北州吴金伟。你啊。台北州姚瑞宏。姚瑞宏。陈玉如、蔡新才。台北州请到这边来领证书。台北州蔡新才，请来领证书。有哪位？新竹州张君元、蔡秀月、蔡根崇、蔡建忠。什么名？各位阿伯下课哈，阿伯下课，等下三点钟要闭幕式哈，三点半要闭幕式嘞，所以阿伯下课哈。来，请坐，请坐，请坐哩，请坐哩。让好哩。请坐下来，请坐来。请坐，请坐。各位，请坐。好，那个鸡。不是，他如果初级班没有上，五栋，他就要问楼下。爱问楼下。各位请坐哈，各位请你坐嘞嘿。我的口还没刷呢。我的课还没有结束呢。请坐啦。啊？真的吗？是吗？阿妹啊，那麦克风在调整。后面有没有听到我讲的话？有吧？有的举手我看。都有啦，好，谢谢。好，来，那个，议长呢？没啦，他在那个啊，做梁华，你给他请议长出来闭幕式。
等下那个咱的议长要做那个闭幕式的演讲哈，会记得哈，等下爱翕相哈，你唔通到最后无翕相，全选转去啊，时间人相片拢找无你哈。来，我的课哦，我今天这这个现是第六期的法律组织学院的这个行政甲参议班哦，我的课甲这个所在要做一个段落，刷落去呢，咱无要下课，直接要举行闭幕式，来，咱来下课，谢谢。请起立。今日